好榮幸獲得由 AM730、PL Asia 同埋鳳凰港股頒發嘅傑出上市公司大獎2020。今次獲獎見證咗我哋多年嘅努力、不懈同埋熱誠嘅投入，亦對集團企業管治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肯定。同時反映持份者認同及信任我哋過往嘅成就，呢個係令我哋向前邁進嘅動力。時至集團喺1981年成立，至今已經喺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26年。集團憑住不斷創新、以客為先嘅敬業精神，深受客户同合作伙伴嘅支持同信任，成為扎根大中華地區嘅領先嘅電子供應鏈服務企業。過去一年，鑑於新型冠狀病毒喺全球肆虐，注重衛生同健康已經成為每個國家同每個人嘅首要任務。有見及此，集團旗下公司 Life in Motion 推出咗防疫產品 Honey Pro LED UVC 嘅消毒燈，測試證實消毒燈可殺滅高達 99.9% 嘅 COVID-19 同埋有害嘅細菌，亦同時可以作為一般 LED 燈嘅照明所用。我哋嘅理念係將尖端嘅科技糅合時尚嘅設計，幫助大眾以簡單嘅方式保持清潔同健康。希望透過不斷革新同埋提升產品嘅質量，令我哋能夠造福社群。近年國家倡議嘅大灣區規劃、一小時經濟生活圈，將推動區域互動合作以及產業鏈聚集嘅發展。集團亦於高鐵沿線嘅同埋交通方便嘅樞紐點增設辦事處。我哋將利用大灣區發展策略實施帶來嘅機遇，做好佈局，進一步促進企業嘅發展。展望未來，集團將繼續在經濟、社會和環境各範疇以可持續的發展方式經營，致力為我們客戶提供更多優質的產品和服務。